各位朋友好，我是长工。现在是凌晨啊，有12:15。我要去拍鸟，要去台东拍这个墨吉。这个好多年以来啊，我都不曾半夜出门去拍鸟。这次是受到了婷婷的鼓舞啊，好，再次年轻一下，现在出发啊。本来说如果说半夜出发早上到的话，因为他说7点以前到是比较好，那如果说3-4点出发的话，因为睡一半了再爬起来麻烦了，我就现在出发，到那边以后再休息一下，然后一早赶过去。好，那我们就走。在200公尺处，您将抵达您的目的地。
伞就非常非常老气，大气球。妈的呀，真是办法。是你下早来啊，是站不来啊？我台北谁两个谁？有事。这敢那想听都足听命。你是算家庭无温暖，还是安怎？我台湾没来。哦，再播出来都不会讲。我弟弟，我弟弟也是，我弟弟也是。